天天你都干啥了，老四啊？这除了睡就是吃，除了睡就是吃啊，老四，这能不能整点别的，老四啊？你说这能不能有点正事儿，老四？能不能有点梦想？但是你到底有没有梦想？我想问你有没有梦想，老四啊？不，这能不能别睡了？你说你天天的干啥呀？给自己整这么大压力呢？我发现你啊，老四啊，这行不行了？一跟你开会你就困，一跟你开会你就困，那不愿意跟你说话，老四，一跟你说话我就上火啊！大哥，咱能不能尊重一下我，老四？能不能尊重一下我，老四？我给你开会呢，老四，开会呢，老四，老四，哎，开会呢，大哥呀，这怎么又睡着了呢？我发现你啊，老四行不行啊？你说你一天到现在一家一辈整等于你没整明白呢？你干啥呀？你这是老四有没有点梦想啊，老四有没有点追求，四哥？大哥能不能把眼睛睁大点？我发。